张曼玉绝版老照片，第一幅图显得清纯可人。张曼玉1964年出生香港，祖籍上海，国家一级演员，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，在演艺生涯中可以说是一个千面女郎。她刚出道时的婴儿肥和兔牙显得清纯可人，这也是荧幕中最美的张曼玉了，没有之一。1983年张曼玉因获得香港小姐亚军而正式出道，家人美丽的容颜，甜美的笑容，无一不美。她也是目前唯一的华人戛纳影后。经过几十年的沉淀，她的演技日益炉火纯青，演戏越来越走心，很能让观众观影时沉入角色。张曼玉一袭白衣，仙气飘飘，又有着几分江湖儿女的范。她演绎的很多电影都成为了经典之作，里面的角色也更是经典，难以逾越。张曼玉先后九次获金像奖和金马奖影后，凭阮玲玉获第42届柏林电影节影后，近30部作品由嘉禾及其卫星公司制作发行，包括阮玲玉、新龙门客栈、甜蜜蜜等等。关锦鹏问他，半个世纪以后会不会希望别人记得你，他说，只要记得我叫张曼玉就好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